浑身上下一丝不挂，姿势非常大胆，尺度之大，连张贴照片的作者也帮忙打上马赛克。只是这真的是言承旭吗？应该不会吧？不是他本，因为我就是看他那种身上都就是有一点肥胖啊。那言承旭没那么胖。粉丝说了肯定，还说心目中的言承旭非常自爱，但是来看这些照片，不管是颜色还是线条，完全没有破绽，宛如就是一气呵成。光线的感觉其实就感觉是蛮假的。专家马上看出来脖子以上是言承旭没有错，不过身体就是别人的啦。这一张照片30号开始在网络上流传，引发言承旭粉丝抨击，大骂即使上了马赛克也相当露骨，还有人呛说不是你们公司的艺人就可以乱来吗？明星照片被恶搞其实已经不是第一次，侯佩岑倒是看得很开。我自己身材没有很好，如果接得很好的话，其实有时候哭手一下也蛮有趣的，我想用一个比较诙谐的心情去看待。发布照片的网友怀疑小职工曾经图片是从 A 片截取下来没有错，不过图中人并不是言承旭本人。不过这段澄清留言之后又被删除，是不是始作俑者心虚只有自己最清楚？记